别难受了啊，吃点吃了。我吃得下呀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我这个人生过得太失败了？啊！20岁的时候被他伤了一次，那么狠，我这都快40了，我又钻到他的圈套里去了，我。 你见过这么傻的人吗？一块石头绊倒我2次。早知道咱们俩离婚的时候，应该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你，也不至于被骗光了，还害得你跟那小妖精分手。哎呀，你给我呀，我也不会要。我王长水从事穷，但我有志气。 我永远不会花女人的钱。我就觉得我命苦，你说我为什么总是碰到这些混蛋男人，总是碰到，就碰不见一个像你这样的好男人。哎，你也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对方啊！你也先反省反省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啊！这人生的道路啊，不光是要腿和脚走。 还得用心，用脑子，懂吗？我现在需要安慰，别再来教训我了。一辈子的钱全没了，我心疼，我真的不想活了。哎，怎么又说傻话呢？这钱没有了，咱可以再赚，只要人活着，咱就有机会啊！ 什么？你信教了？别这么瞪着我。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，真的。只有真诚的忏悔，才能洗涤自己心灵上的罪恶。你也来吧，主会给我们力量的。哎，是这样啊，我尊重所有有宗教信仰的人，但是你现在这个时候选择信教，是不是有点极端呢？什么叫极端？ 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看清自己，每个人都是生而有罪的，你我都是，他也是。哎呀，孩子才这么想，你就别说他了。我是可怜天下众生啊！你怎么又发神经了啊？ 今天我们哥仨啊，得好好劝劝你。你年纪不小了，怎么越活越糊涂了呢？人都说40不惑40不惑，你怎么越活越不明白了呢？糊涂的是你们，清醒的是我。你清醒什么了？我清醒的明白了人生中最关键的三个问题：我是谁？我从哪儿来？我到哪儿去？你是那一。 是以前老王的媳妇儿，因为瞎折腾，现在让人给骗了。合着他就明白这个了。随便你们怎么说都没关系。我知道我是个罪人，必须受到惩罚。那阿姨，你呀也别太自责啊。你主要的问题是不会看人。
是吧？那以前呢没有珍惜老王，后来呢就交往这些人都不太对，弄得自己千疮百孔的。但是别内疚。再说现在警察已经在办案了，你那个损失他一定能夺回来的，真的啊。损不损失并不重要，心灵上的宁静才是最重要的。这个人呢，一到了岁数，就像电脑一样，用久了，病毒就会越来越多，垃圾也越来越多，必须重新格式化才能清净。其实你们心灵上的尘埃比我更厚重，真的，你们才是值得同情的人，知道吗？喂，哎，所长，你找我？你和四司令马上到会议室来一趟。哦，好的，嗯，现在过来，拜拜。司令。好，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就是金宇设计事务所的陈总。你好，建总。去年建筑师年会上您跟霍队长。我们坐下谈吧。哎，好。哎，司司坐下。你看看这个。这个方案是你主持设计的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这是你们原创的吗？当然啊，有什么问题？你在骗人，这个方案是从我公司剽窃来的。看看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是我们给西安一家公司设计的商厦，你好好看看，是不是几乎一模一样？思思，怎么回事？快说话呀！这是你负责的项目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们搞建筑设计这行，总是会参考别人的作品，同行之间相互借鉴和学习，不也是常有的事儿吗？我觉得这个设计不错，我借鉴一下。借鉴？我们的方案根本就没有变成实物。你从哪儿看到的？又是怎么拿去借鉴的呢？思思啊，你一定要如实说啊！我没有什么可说的。思思，还不赶快说清楚！做我们这个专业的，剽窃是最可耻的事情，赶快解释清楚啊！那这个可能也许是巧合吧？什么巧合？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你为了赚钱，有时候接点私活。去年秋天，我们公司要赶一批图纸，你过来帮了一个月的忙，就是那时候你偷走的方案。没有，我没有偷。思思，冷静点。如果陈总说的不对，你拿出证据来反驳他。我告诉你，你的行为不仅是可耻的，而且是违法的。我的律师会告诉你，你该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。如果真是剽窃，不仅思思个人，贵公司也得承担连带责任。情况我们都已经清楚了，我们一定把这个真相啊给弄明白，给你们一个满意的说法。真相明摆着的，你还需要明白什么呀？你们赶紧抓紧时间商量解决办法吧。我们走。哎，陈总，陈总，哎，陈总慢走啊，不用客气，刘总。思思啊，你到底背着我们做了些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剽窃的人陈总的方案？你怎么能做这种不道德的事情了？这要是传出去了，我们公司的名誉何在啊？这儿就我们两个人，聊聊好吗？思思，我们两个人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一直非常信任你，我也认为你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年轻设计师，缺少的就是时间和适当的机会。我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你是太渴望成功而失去理智了吗？不是。那是因为什么？告诉我。沉默是没有用的了，
陈总那边已经把两个方案进行了对比和鉴定，并请专家出了确认报告。你承认不承认已经摆脱不了干系了。你现在必须把真相告诉我，我们才有办法帮你呀。你是不是去他们公司干私活的时候，把方案给偷出来了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怎么会在你手里呢？是我帮他们做图的时候，听到大家谈起过这个设计，都说很棒，就很好奇。正好有一天，陈总助理的电脑没有关，我就忍不住拷到了自己的 U 盘里。我发誓，我真的不是想偷过来据为己有，我只是想拷回家学习一下，当时真的没有别的想法。后来你把这个项目交给了我，当时我们俩都同时怀了宝宝，您是为了孩子放弃了事业，而我却是为了这次机会放弃了孩子。后来老公知道了，跟我离了婚。那段时间我整日都在痛苦当中，搞得我身心憔悴，根本就没有时间想工作上面的事，脑子里也是一点灵感都没有，每天想的就是孩子没有了，家没有，以后的我该怎么办？所以你冒险用了陈总的方案？我真的是没有办法，我是第一次独立完成这个项目，这次机会对我真的很重要，我已经为此失去了那么多，我必须也一定要成功，不然我付出了这么多的代价，不是都白白的？思思啊，你真是太傻了，如果当时你有这么大的困难，你应该告诉我，起码我会帮帮你，实在不行我让别人做这个案子，下次你还是有机会的。可是你现在剽窃别人的方案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我以为没有事儿呢，我想一个在西安，一个在上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可是我真的没想到。你怎么不明白呢？我们这个圈子才多大呀，谁出了新作品大家都盯着看，怎么可能瞒得过啊？丽丽姐，我现在真的很害怕，我不是故意去偷去剽窃的，我求你帮帮我。真的只是没有办法才会一时糊涂的，你相信我吗？我和所长好好商量一下这个事儿吧。你呀，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写个报告给我。姐，喝点奶。嗯，谢谢。还没写完呢。没呢，快了。思思剽窃别人的作品，你写这么多干什么呀？他是我的下属，所以我要把很多详细的情况解释清楚啊。我记得那个思思，您平时对他多好啊，他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快去睡觉吧，啊，我马上就好了。好，那你也早点休息。剽窃本身只是一种侵权行为，属于知识产权纠纷。但是他从对方电脑里偷偷地把资料拷出来，进行商业盈利，不管是什么理由，都属于盗窃，已经触犯了刑法，构成了侵犯商业机密罪。那思思要负什么法律责任吗？也不一定。这种纠纷跟刑事案件不一样，民不举官不究。如果对方肯谅解，那也没什么问题。如果对方不肯谅解的话，坚持起诉，那他很有可能被判刑，而且赔偿一大笔钱。上去，快点啊！我等你。
思姐，干什么呢？慌里慌张的。啊，那个刘总说工地那边出了点事儿。出事儿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也不知道呢，你得过去看看才能知道。那个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好。何金，哎，看见思思了吗？他刚才去工地了。他去工地了？他跟我说他在洗手间呢。刘总说工地上出现什么问题了，他收拾完东西就走了。打个电话问问，出什么事了，可以把思思叫过去。哎，好。好，你好，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那边施工出现什么问题了吗？没有。哦，思思说你给他打过电话。好好好，行，好，谢谢啊，哎，再见。林工，那边说没有人联系过思思。林工，李所找你。哦。所长，你找我？哦，林工，坐。你看一下这个，这是金宇设计师事务所的律师函，他们已经到法院起诉我们了，法院已经正式立案了。他们真的告我们呢？对，确切的说，你和思思是直接的被告人。那告我们什么呢？告你们共同剽窃。我共同剽窃？对，他们认为思思是你的助理，所有图纸最后拍板签字的人都是你，谁又能证明你没有参与啊？他们还认为是你在幕后操纵，是你指使思思这么干的。这就是污蔑，胡说八道。吕俊，你也别太激动啊，我刚才在电话里啊已经反驳他了。我分析他们要打这场官司的目的无非就有两个，第一是为自己扬名，因为他们是一个刚刚成立不久的小公司啊，第二呢就是经济赔偿呗。他们希望我赔多少钱？500万。500万？这么多啊？他们说，他们的客户听说呀，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商厦在另一个城市建设中，非常恼火啊，要求他们重新设计。他们认为这样一来啊，损失可就大了。反正找出了很多理由啊，所以他们说呀，赔500万那是最少的了。岂有此理！李军啊，我非常相信你的人品，所里对这件事情是不会坐视不管的。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让思思站出来，证明你对这件事情是毫不知情的。先把你从这件事情摘出来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找其他的证据。你现在啊，马上找思思去谈，让她放下包袱，实事求是的把这个事情的详细经过都给写下来。可是，思思，思思怎么了？嗯，来了。邻居没下班呢？没呢，快了。没事，我给他买个他这个喜欢吃的橄榄油，还给奶奶粉。粉粉，哎，呦，大大哥，哎，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哎，你说。林君姐好像遇到大麻烦了。啊？什么大麻烦？思思，思思开门，是我林君。思思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请问您找谁呀？哦，我找思思，我是她同事。哦，她不在家，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见她拎着个大箱子就出去了。那您知道她去哪儿了吗？哎呦，这个我可不知道，我看她那样子像是要出远门的。哦，那谢谢您了，打扰了。不客气。唐鹏，我听小梅说你们公司出了点事儿，不要紧吧？思思是我的助理，她的每一个图纸和设计都有我的签字，
所以金宇公司一口咬定我是同谋，把我告到法院，要我赔500万。啊？如果找不到思思，这个黑锅就得我来背。不对呀、啊，要告也应该告所里啊，干嘛要告你个人啊？对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所里每个工作室都是项目承包制，独立经营，独立结算，所以所里不会给我出一分钱的。凭什么呀？事情思思做的，让他赔，凭什么告你，让你赔啊？哎，别别，先别问凭什么，赶紧到派出所报案去，让他们发通缉令。对啊，我们所里的律师去报案了，但是不受理，说没有证据证明思思犯罪。必须立案之后才能按照程序办。都是我太大意了，我太相信思思了。昨天我找他谈话的时候，应该拿个录音笔把话都给录下来。那咱就再去思思家等他，哪怕是守株待兔，也得把他找着啊。嗯，对。张律师，林军这个事儿，资料我看过了，你们恐怕躲不过去。就算抓到思思，对方也不肯罢休。他们的目的是要钱，思思根本赔不出来，还得找林军。所有的证据都是他签的字，林军代表公司设计部，对方是认可了他，不可能推得一干二净。他林军顶多是失察，他没有主观故意啊。但他的失察给对方带来重大损失，就好比火车出轨，酿成重大事故，上级领导得引咎辞职一样。你只能强调我们不是主要负责人，不是全责，从这点跟他谈，尽量降低赔偿数额，同意庭外和解。那这能降几成啊？这个就要看对方的胃口了。唐先生，一成也像吗？咱不要讨价还价。但是剽窃的不是林军，是他的助手思思。又是这番车轱辘话，唐先生。您是林军的丈夫，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。如果你是来赔钱的，我欢迎。让我高抬贵手，不可能。陈先生，您看啊，这事儿呢，林军最多是一半的责任，500万全压在一人身上，这咱能把责任再分担一下？怎么分责任那是你们的事儿，我的损失一分都不能少。现在是在走司法程序，有没有道理？你去跟法官说。但大家都是同行，是吧？这圈子也不大，这事儿也没必要办这么绝呀。唐先生，你知道这件事对我意味着什么吗？我这么个小公司，在业界几乎默默无闻，跟华为比，我20年也赶不上。这次啊，我终于有这么个机会，可以让我打一场风头十足的官司。不管输赢，被炒出名那是肯定的了。你别怪我没人情啊，我这次冲的可不是林军。而是林军背后的背景，我要让业界都知道，华为这么声名显赫的公司都来抄袭我。哎呀，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广告！你说，我能放弃吗？那就是说，不管我们赔不赔钱，你都不会和解。你啊，有点钻牛角尖儿，赔够我500万，法院也不用审了。要么出名，要么拿钱，我总得占一样吧。咱俩目的不同，所以没什么好商量的。回去好好准备应诉材料。我对这场官司呢，抱有很高的期望，希望能够打得精彩一点。行，那我明白了。你呢，就是要记着林军，是吧？踩着他肩膀往上爬。这年头，这么创业的人不少。但是太缺德了，会遭报应的。500万，这么多，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呢？既然这样，我干脆一分钱我都不赔了，就这样吧，让法院去判。小妹，你先去忙吧，我跟他说点事。你先别激动了。你是这么说啊？但是你说法院要判了，这传出去人说你这涉嫌剽窃的设计师，以后人谁跟你合作呀？我不怕。我有那么多成功的作品摆在那，那是事实。你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对吧？那你闹上法庭，媒体知道怎么办？媒体肯定要报道。你知道人媒体怎么写呀？而且我看了，那姓陈的绝对是不达目的不罢休，啊，要不然就是让你赔钱，要不就出名，反正人家图一头。我觉得这事儿啊，最好还是庭外和解。怎么和解啊？哪来这500万呢？
我相信林军这孩子，他绝干不出这种事儿来。您相信有什么用啊？人家不相信。好家伙，500万呢！500万，这简直就是狮子大张口。这么些钱呢，这不是要人命吗？你说这现在想帮都帮不上啊。倒有个法子能帮他，把这房子卖了。这房子，儿子，妈劝你一句，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，千万不能走这一步。咱能不能想点别的办法？借？跟谁借呀？您身边全是那老头老太太，那我周围这帮朋友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。再说人家还要生活啊，我有了难处就给人全拉下水啊。大鹏，妈有一主意，跟你商量一下，把我跟你爸那房子卖了。那不是现在也空着呢吗？再一个，那地段好，又是学区房，怎么也能卖200-300万呢，起码救救急呀。剩下的那200万咱借啊，你可不能脑子一热呀就什么都不顾了。这好不容易置下的这份家业呀，你要是把它卖了，你后半辈子怎么办呢？那老房子是您跟我爸的家，也是我的家，里边还有好些我童年的回忆，那不能卖。这房子是我跟林军一块挣下的，今天他有了难处，我应该帮他，要卖卖这个，你就甭管了。林进，领导找我。哎，苏珊，来来，急事儿。哎，你跟你之前卖房的那个房屋中介还有联系吗？联系啊。哎，正好你帮我联系他们一下，我想把房子卖了。价钱可以低一点，但是得快。卖房子为什么呀？我急着要用钱。你要用多少钱？我刚领了拆迁款，我可以借给你。你的钱不够，再说我也不能用你的钱呀，我需要500万。500万？对。不，你要换房子吗？你就甭问了，反正是急事儿啊，赶紧帮我联系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好嘞，啊，有事儿告诉我啊。好好。嗯。你那房子还得还贷，都卖了也不一定够，我呢这还有点儿。你先凑上啊！每次用你的钱，上次我爸生病就是，不能这样，吓坏了。这话说的什么是哥们儿啊？哥们儿就是关键时刻得往上冲，对不对？是。我说老汤，我也攒了点，本来准备还给大头那个彩礼钱的，要不先给老汤。我不着急，你先给大鹏用。行行行，你们俩别瞎操心，那房子看看情况再说吧。真要是不行，我再给你俩张嘴。啊，对你呀，也留点钱。那一线挺难的，你也好好照顾照顾他。这事儿我还没说呢，那一现在太魔怔了，有点信仰挺好的，真的。看看圣经，上上教堂，要不然他整天想着汪言那骗子，都非疯了不可。他看圣经我不着急啊，他这次太邪性了。哎，他要把瑜伽馆给盘出去，说以前自己错了，要彻底改变自己。不是，他要把自己改哪儿去啊？转了瑜伽馆怎么生活？是啊，可他一根筋啊，谁说也不听。你说这胡思乱想没关系，动真格的太吓人了。你那女同事怎么都是一根筋啊？这瑜伽馆已经是你最后的指望了，你听听劝，你别那么冲动行吗？这些都是身外之物，只会让我们迷茫，束缚自己，找不到真正的自己。哎，小姐，身外之物才能够让我们活着。你光去教会，你以后怎么生活呀？每一个困境，都是我们开启悟性的时候。我现在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我终于明白什么是安宁了。你们应该替我高兴才对。你安宁什么了你？我明明看你在这折腾。我这回真没有折腾，我只是想去欧洲。看看那些教堂。哎，那去欧洲看看你就看看吧，你把瑜伽馆给让出去干嘛呀？你不回来了？到那儿再看看吧，也许真不回来。你什么时候走啊你？我快了。先别说我的事儿了。咱们几个这段时间真的都挺累的。林军，你的事儿怎么样了？要么赔钱，要么打官司。我想好了，让他们告了，听天由命吧。放心吧。不会判的，老唐一定会帮你把钱还上的。他怎么想办法？我们离婚的时候，所有现金都给我了，他哪有钱呢？房子，他正在卖你们俩的房子呢。什么？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老王告诉我的。哎呀，
和唐蒙比起来，汪言简直太无耻了。我虽然信教，但一想起他，我还是恨不行。唐鹏真的是不错的男人，虽然离婚了，他还能愿意为你倾家荡产。因为苏珊的事儿，他虽然伤害过你，但是啊，就凭他现在的表现，那些事儿真的都不算事儿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是，哎，唐先生，哎，这个你这房子还真是不错。是，这房子我们当年费了不少心血，就是本来不想卖，也是急着要用钱，要不然也不卖了。但是得跟您说一下啊，这房子我们要求付全款。不是，唐先生，咱这房子付不了全款啊，这还有十几年房贷没还清呢。是，我都算过了，刨了房贷，我们实收400万，而且一次性付。唐先生，这房子我们还是满意的，就这价格，是不是咱们再商量商量？我跟您说，现在一分钱对我都很重要，我真的让不了。哪能没商量啊？您要又这么急，而且还是全款。对，我就是因为要的急，所以我就没往高了报。那成，这个价钱的事儿我再想想。好的，你们可以商量商量，其他的跟我协同提高。好的。那个什么？回头再联系。好好好，那这样你也再考虑。好好好，再见。好，哎，再见。啊，唐先生，回见啊。来看房子的吧。啊，没有，那个物业公司说要调物业费来征求一下业主。那一都跟我说了，你就别瞒我了。这老王咋这么讨厌？都跟他说了别说，嘴真快。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你不必为了我的事情把房子卖掉。是，咱不是夫妻，那咱还是朋友吧，对吧？再说这房子本来也有你一半，你卖了正好，我也省了还那房贷了，也不用每个月还给你钱，我也轻松了。我有自己的办法，我会解决好的，不劳你费心了。你现在的情况我一清二楚，你怎么解决啊？再说了，如果换上我摊上这事儿，你是卖房子还让我去坐牢啊？我不会坐牢的，我又没有去陈总的公司去道歉，我只负责赔偿责任，我扛得住。不是你这小肩膀怎么扛啊？啊，你看你这段日子急的，你脸上都长痘了。你记住，就算咱俩离了婚，那也是亲人，我为你做任何事情，我都心甘情愿，好不好？那也不行，这是我的债，我来背。你就算把房子给卖了，钱我也不会要的。不是，那我也有法子，怎么样？那个，反正房产证写了我的名字，我就给他卖了。你放心，这钱我也不给你，我直接打到那姓陈的账户上去。唐鹏，我不希望你为了我毁得倾家荡产。我现在已经成这个样子了，你得好好的呀。我这好好的呢，我也没缺胳膊没少腿，有什么不好？别贫了，跟你说正经事儿呢。什么正经事儿啊？多大的事儿啊？不就是一房子吗？咱给房子卖了，是不是？那回头咱再买一个。你以为赚钱那么容易呢？你对我要有信心，你知道吧？这房子我将来早晚能买回来。但这事儿是这样啊，你看行不行？你这本来有你一半的钱，你就当先提出去了。你剩下那个呢，就当我借给你，你给我写一借条不就完了吗？行不行？咱这也可以都商量商量。他们对不起，有点塞车。怎么着？合同准备好了吧？可以签。别着急，唐先生，是这样的啊，人家这二位买这房子非常有诚意，但是这限购政策刚出来，他们这资格不够，可能就不买了。什么不买了？对，不是不买，是买不了了。说我们纳税不够资格。别急，这限购政策像月亮，初一十五不一样，也许过两天就行，咱们再等等，好吧？我登记时候已经说得很清楚，我不能等，我有急用，我这你不耽误我事儿吗？都别着急，我也希望把这事儿办成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要不这么着，唐先生，我那还有几个大客户，我带他们再去看一看，回头再说。哎，不是唐先生，你说你介绍那房屋中介人忒不靠谱了，他连客户资料都不问清楚，干什么呢？他们？对不起啊，我看原来他们挺负责任的，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弄成这样。刚才是我不好，是我太着急了，这事儿也不能怪你。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又遇到很为难的事儿了，要不然你和我说说，说不定我能帮你出出主意的。不是我，林君，他这回遇到大麻烦了，我于情于理都必须要帮。所以你就要卖房子。你有没有想过房子卖了之后你住在哪儿？我说句不太中听的话，你们现在已经离婚了，你没有义务再为这个义务没关系。就算我们之间永远都没有义务，我也会帮的。
你不知道，出于本能吧，就觉得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就该帮他。我住哪儿无所谓，反正我一个人啊，我可以住大头那儿，我妈那儿，要不我就睡办公室，那沙发上也行。行，再想法子啊，行，你去忙去吧。喂，那一啊，亲爱的，今天方便吗？能不能来我家一趟？我明天就要走了，想跟你说几句话。这么快就走了？是啊。好，那行，我马上就过来啊。哟，这么快呢？路上挺顺的。这干嘛呢？你不说出国才几天的时间吗？搞得跟不回来了似的。很有可能就真的不回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把你叫过来呀、啊！来坐。这是我的车钥匙，老王没有驾照，他也不能开，你拿回去开吧。这是我的家门钥匙，你帮我给老王。万一家里有什么事情，他还可以过来照应一下。哎呀，你干嘛不自己给他呀？我不希望他提前知道。其实上回我也没跟你说实话，我这次去欧洲不是为了散心，是去嫁人。啊？什么？嫁人？谁呀？你要嫁给谁呀？我一个教友做礼拜的时候认识的。天哪，那么神圣的地方你都会谈恋爱啊？哎呦，我还以为你整天跟我说什么精神灵魂，我以为你已经升华了呢，原来跑那儿谈恋爱去了。那你下一步还想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准备到火星上去啊？啊，你别那么激动，我知道我自己做什么。他是谁？他是干什么？你了解他吗？你别忘了，汪言刚刚骗了你。你不能这么快就把自己的感情给扔出去吧？他真的不一样。他是一个意大利人，他们全家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，博爱、感恩，而且对人特别真诚。你真是一步比一步玩的大，这次彻底找一外国人，我跟你讲，不行，我不同意啊，不许你去。哎呀，几次失败的感情之后，我越来越对爱情没有奢望了，我现在最需要的是灵魂上的交流和安慰。我不是反对你再去谈恋爱，你实在喜欢，你找一个外国人也行，但问题就是，你不要这么匆忙就说去结婚去嫁人，你还是需要时间去了解他。更何况他是一个外国人，他在国外，他不是在北京，他在意大利，如果你又受到伤害怎么办？谁来帮你呀？不管怎么样，反正事情已经决定了。本来我是想悄悄走，到了那边再告诉你的。但是我知道现在是你最困难的时候，我必须帮你。那，这是我网上银行的账号和密码。我把瑜伽馆转让之后，收回了一笔钱，需要用多少，你自己转多少吧。你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。哎呀，你别再想我的事情了，你都要背井离乡了，你还不赶快把钱留在你身边，以备不时之需呀、啊！你放心吧，他是一个意大利的望族，钱我肯定不会缺的。好，你如果真的不愿意用，那就当我先存在你这儿。喂，什么？那一疯了，他嫁到意大利去。